好，要揭晓答案了吗？各位，来哦，揭晓答案哦。米特拉的愤怒，三排魔法攻击力。先两排十三吧。我干，我以为我他们以为第一颗就要洗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直接两排十三，他要直接两排十三了。不啰嗦了，我们加速一下啦，我们就加速一下好吧。哎、欸、啊怎么？哎呦啊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啊？干这不要，他没有要啊，他没有要啦，他没有要，他没有要，这没有要，这不要啊，这不要啦，这不要吧？我先点个100颗哦吗？运气不错啦，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。我先讲哦，双十三其实不太好洗。我先讲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双十三有栽过头的。啊，50颗没有，哎、欸，我继续哦，50颗再50颗吧，我继续哦。双十三，因为我认真讲，双十三真的不好洗，双十三真的不好洗，要硬洗双十三很难。比较麻烦，因为他没有结合啊，他身上没有结合，所以他来找我拿这种有闪券又有结合的账号。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在对的时机点用，它就会很浪费钱，它就会很费，很要花很多钱才可以用好。就像洗，比如说洗荣耀卷啊，你没有在产季洗，那就很贵啊。就是你产季后面一点，那就很贵啊。我往上翻，他妈谁刚刚给我刷三五的？我现在开始往上翻，谁给我刷三五的？我现在往上翻，来，刚刚哪个给我讲三五的？给我出来！我现在开始往上翻，豆仔，哦，好苦哦，人生啊，好苦哦，人生啊。哦，又双魔又没底，哎，老板100颗了，啊，100颗了。
一百五，一百五啊！拜托啦，哦，不要再这种魔工了，好不好啊？我求你啦，真的，老板，方块给一下，老板心意，心意有到啦。两百颗没有哦，还扛得住吗？还可以，那我再五十咯，拜托给老板，拜托，拜托，真的祈求了，心意已到了，给个双十三吧，你给三个十三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真的，你给个三个十三，我们也是很乐意的。刘董事长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我选都不选了，拜拜，我看都不看了，看都不看，再见了。哦，头好痛啊，头好痛哦。老板没回我哎、欸，老板你人还在吗？你人在，你要回我一下哎、欸。老板传给我一个哭哭馒头。两百五了，我说能源，我刚好说能源，我说能源，老板两百五了，两百五了，还，干两百五十颗多少钱啊？一万两千五了，哦，干。我们两排十三五已经洗多少次了？至少两保底两次了吧？有一个三六跟三九嘛，已经至少两次了，其他我没有看啊。然后三模一次嘛，但是三模是33%。
出了，但300、296颗才出，哦，但真的会气死哎、欸。好，他说接下来我悬赏啊，他只要10%，因为他说他暑假在弄13。他说接下来是我悬赏，接下来是悬赏啊，啊，我放第三排，我要放第三排。第一颗我们一样先不遮吧，1067啊，不好意思，1067，不好意思。第一颗我们就先不遮吧。好，开始。拍，直接送100颗没有吧？430。我也希望可以直接送他13啊，直接送他13那最好啊。哇，啊不会。该不会？拍谁？老板，我这不是我能选啊！这不能怪我啊！他这个上面花了20000块。